张秀唔知道厄运原来已经无声掩至啦。几个月之后，老公啊，阿女听日要交学费，你有冇钱啊？冇啊，呢个月开得几日工，我仲谂住问你攞住啲添。啊，咁点算啊？同朋友借住先咯，不过迟早都唔够使嘅，不如啊，不如乜嘢啊？嗱，我有个朋友咧系印假银纸噶，佢话想搵人散啲假钱出街，你肯做咯，我哋就唔使愁啦。吓、啊，咁样犯法噶、啊？小心啲，就唔会俾人拉噶啦。咁点解你又唔做啫？我。唉，我梗系唔得啦，男人可以俾人怀疑噶。女人呢，个个都中意 shopping， 买名牌，花几多钱都冇人理啦。啊，咁样？唔使谂啦，你唔想帮阿女女交学费咩？嗯。喺陈彪不断咁氹之下，张秀就做呢啲假银色嘅勾当啊。一家三口的生活即刻有改善吧。不过上得山多终于苦，张秀终于落网了。而陈彪呢，当然是可以置身事外了。老公，我坐监嗰阵你要好好咁照顾阿女啊。放心啦，我同女女会等你出嚟的。得闲啦，叫大女嚟见下我喎。知道啦。叫我照顾个靓妹，嘥气啦。带住呢件靓妹都唔系办法啦，尽快揾个第二个女人开始我嘅新生活。到时揾个公园，掉得个靓妹就算。